即刻起辞去民主进步党主席一职，大家辛苦了。我们民西澳秘书长还有各位国人同胞，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我要代表民主进步党感谢所有国人对于我们的支持与鞭策。选举的成绩不如预期，我们虚心地接受选举的结果，也接受台湾人民的决定。作为执政党的主席，我非常感谢全党的团结及努力，我也必须承担所有的责任，即刻起辞去民主进步党主席一职。虽然中央执政很努力，但面对这样的结果，我们有许多需要深刻检讨的地方。我们没有突破现有的地方政治的结构，这显示我们在地方的经营跟人民的期待仍然有不小的差距，我们在地方的生根及人才的养成也不足。我们也没有让台湾人民再次的感动，赢得人民的托付。我们必须体认执政必须更虚心以对。不过所有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都已经拼尽全力，展现最大的热忱，争取人民的支持，而民进党的支持者也都倾全力支持我们所提名的候选人，支持18岁公民权。我们也看到要交棒而且表现杰出的现任的县市长更是极尽努力要协助我们接棒的同志。在民意面前，政党是渺小的，政治人物是渺小的。民进党不是没有挫败过，不是没有跌倒过，我们会深刻的检讨。人民对我们期待越高，我们就要做得越好。民进党是执政党，肩负国家的责任，变局和挑战只会接踵而来，不会等待我们停下脚步，不会等待我们怀忧丧志。维持执政的稳定与团结，维护台湾的安全与发展，是我们的任务。因此，虽然刚刚苏院长已经向我口头请辞，但我已经请他继续留下来打拼，以确保各项重大的政策能够持续的推动。我也要向所有的当选者说一声恭喜，并致上祝福。选举的激情已经过去了，携手团结正要开始。特别是在国家面临各种内外挑战，疫后经济的振兴复苏，许多有关国家未来发展的重大的政策还有建设，正有赖我们不分党派，中央地方紧密合作。我们更应该携手协力，不负国人的期待。我们各位同志，所有的民进党的支持者，所有支持蔡英文的朋友，我们没有时间难过，跌倒了再爬起来，抬起头，眼睛看向未来。民主是台湾人民历经无数的选举，几个世代的人的努力打拼而累积的最珍贵的资产。政党竞争会有输赢，选举不论谁赢谁输，人民一定是最后的赢家。面对当前的国际局势及未来的挑战，台湾没有犹豫蹉跎的空间，必须时时刻刻站稳脚步，一步一步坚定的前进。谢谢。接下来谢谢党主席，接下来是不是请我们的蔡主席和我们的秘书长林希耀向全体国人深深一鞠躬致意？